Hello，我又来了。依然是高适啊。高适的这个，他会有一个系列是生肖限定，每一年都会出一个生肖笔。这支呢是猴年的限定，上面写了个啥？猴。上面写了个猴。正好这支笔，里边墨水用完了，我之前洗干净了收起来的，所以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上墨迹，上墨迹非常的蛋疼，真的非常的蛋疼。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生肖笔啊，大多数生肖笔都是这种，类似的画风，就是表面上雕刻的这么一个，生肖的图案，然后它的这个底下这个漆下面还有一条一条的，像是镭射线那么样一个东西，怎么感觉好像看不太清楚的样子？再放大，这样的话好像就能看到里边这个一棱一棱的这个东西了。大多数都有啊，但也有的是没有的，也有的它这个底纹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猴，因为实话说它其他的刻的有点丑，我觉得这个猴还行，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这个猴。长得就是它长相也是挺奇怪的啊，它长相是有点像女士钢笔的类型。然后我跟你说过，我之前上个视频里面我就说，我说，高适的这个包装丧心病狂啊！它所有的这种特殊款，像是包括这个生肖款，包括星球大战款，都是拥有非常巨大的盒子，那盒子起码能摆我半个桌子这么大，然后里边还带一个巨沉的水晶雕，啊，你就觉得这个盒子可能值2000，然后这个笔可能值1000，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笔呢，它的笔尖跟那个就名著啊，不是，涛声系列啊，对，涛声系列不一样。我这支是猴年，然后其他的系列大多数是插把帽的嘛，但是它这个是旋转开帽的。然后这个笔因为很久了，真的是非常久了，好老了。它的笔握上可以看到，笔握上有很多这种细微的小划痕。改天我得给它抛一下光。它的这个，这也还好啦，蹭一蹭，好像划痕就没有那么多了，还是有了，小毛痕还是有的。它笔尖儿是跟他们家的低端款用的是同一款尖儿，这个尖儿是谁代工的呢？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是这个系列是百乐代工的。可能是这个系列是百乐代工吧，然后就是它每一个系列都是不同家代工，就很让人觉得很忧伤。虽然它长得其实并不是很百乐，它长得可能像是法国代工的。啊，这个笔舌呢，到底是谁家代工的？反正它三个系列全部都是不一样代工厂家。这个呢，笔尖儿的样子就是它一般的低端钢尖儿也是这个样子，但是这一支是18K 的，它在上面有一个 18K，哎，就在这儿。它这个笔尖儿这个刻字儿的位置也是蛮奇怪的，这样的。这个花纹其实讲道理放大了挺好看的，可是问题是当你把它缩小了看，就会觉得这花纹很乱七八糟，什么玩意儿，感觉像个大蜘蛛趴在上面似的。然后这支因为已经洗干净了嘛，给你看一下它的非常非常神奇的上墨迹，Cross 的上墨迹是非常独树一帜的上墨迹，非常非常可怕的上墨迹，长得就很奇葩，是扭进去的，带螺纹的上墨迹，你看它的上墨迹就很奇葩，就是这段鼓出来，然后里边还有一个长接口，我不知道普通的上墨迹能不能怼进去，我没有试过。我感觉好像不太行的样子，因为它带螺纹嘛，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墨迹的话，大家如果想要买这种笔的话，如果这个笔不带上墨迹的话，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总之呢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它这个尖儿和呀，跟涛声比一下它的尺寸，还是蛮小的。它特别像水人，这个尖儿真的巨像水人，就跟小茶的那个尖儿。我的小茶呢？小茶，哎呀，出来干活。
真的跟小茶的尖儿很像，所以说好像也不是特别像啊。那比小茶尖还瘦一点，所以说，哎，为什么会？我靠！哇！哇！我才知道原来。没事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尖儿到底长得跟谁像呢？我就觉得这个尖儿非常似曾相识，然后也不知道是谁。我找，因为没有上墨嘛，这里边的上墨器，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长相奇诡的上墨器，我就直接蘸墨写一下吧。这个应该，哦，这个是 M 尖儿。M 尖儿，这个 M 尖儿其实还不是很粗，我觉得不是很粗啊。当然，你跟日系比已经很粗了。嗯，轻轻重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，可能是因为我蘸的写的关系啊。这个纸它会印，所以说你会叫什么？我再把你掏出来，再把你掏出来，嘿，M 尖和 F 尖粗细的对比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我拿个写乐对比一下吧。写乐这个是什么尖？这个是写乐的 MF。那基本上它的 F 尖跟写乐的 MF 尖是差不多的，然后 M 尖会粗一点，也还蛮日系的。毕竟它涛声系列，呸，什么涛声，名著系列是写乐代工的嘛。哦，真的是这种一个牌子，它的三条线由三个不同的代工厂代工，我也是服气的。这就是神奇的 cross 了。像总统就是比较出名的疯狂安利 cross 的，就是一个是奥巴马，一个是小布什，他俩就成天到晚疯狂安利 cross。然后包括我上一支的那个，就这个是总统特别版嘛，其实也没完全没有觉得哪里特别啊，你只是比身上刻了一点纹路而已嘛。然后这个就是他每一年都会有生肖限定，其实大多数都还蛮好看的，就是有一些它不是丑，它是刻的有点那个图有点诡异，就是有点难以形容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反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图，相对于说龙的那个生肖，我觉得它那个刻的比龙的生肖。